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巴黎国际大酒店举行第十二届会长团就职典礼。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侨处万磊参赞、李成元一密、旅法侨界代表、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全体会员及家属共同出席了这一盛会。王家清蝉联会长，陈少吉蝉联执行会长，张长豹蝉联秘书长，迟万峰蝉联监事长，刘晓慧蝉联会务长，李瑞鹏蝉联财务长。 典礼开始前，参加活动的嘉宾共同合影留念，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刻。随后，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陈少奇宣布典礼开始，与会嘉宾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职典礼由常务会长兼秘书长张长豹主持。王家清会长首先上台致辞，他感谢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全体同仁的信任，感谢中国驻法国使馆的关心，感谢旅法侨界各社团的支持。 王家清回顾了就任第十一届会长之后，全体同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坚持反独促统，为维护祖国和平统一所做的努力。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协会全体成员和旅法侨界各社团代表一起，积极为祖国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捐赠了大批的抗疫防疫物资，为抗击疫情尽到了一份心意。 王佳青表示，蝉联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第十二届会长之后，将继续团结全体会员，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声助力，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之后，来宾们一同观看了由欧洲卫视为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制作的宣传片，了解了协会的发展历程。 中国驻法国使馆领事侨务处参赞万磊表示，希望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秉持建会初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定不移推进祖籍国统一大业，厚植两岸一家亲的民意基础，增进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团结凝聚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营造反独促统的国际舆论环境。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蔡军柱代表旅法侨界致辞，他希望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坚守反独促统的核心原则，与旅法侨界一道，坚定反对各种分裂敌对势力，坚决维,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凝心聚力，为伟大祖国的和平统一和民族复兴做出应有贡献。最后，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骨干成员向协会新成员颁发聘书，协会成员们纷纷表示，将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断努力，贡献更大的力量。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